Hello， 我又来了，这是二斤装的牛皮跟鸡爪混装，底下是牛皮，上面是鸡爪。其实我现在没什么胃口，今天总恶心呢。我刚给孩子断奶俩月，今天总恶心，然后我跟我对象说，他还说你不会又怀了吧，我都害怕。哎，就无缘无故的今天突然恶心，而且还特别累，感觉这是微辣的。妈，吃一点。这人一难受就不在状态，立马就能看得出来。就有点不在状态，先这样吧。